这是一本什么书啊？介绍一下呀。这是一本艺术家为了生存要做自己的面包，这就是艺术家做的面包，艺术家自己调配的配方，然后艺术家自己随当天的心情去加一些佐料，然后每天这个面包诞生的时候时间都不一样，然后有的是晚上，有的是早上，然后但是它都被我吃掉了。每个面包都有每个面包的味道，然后每个面包都有每个面包的对我的那种存在的关怀，所以我很喜欢艺术家面包，我很喜欢这个诞生的过程，就是我的艺术家面包。嗯 ，yummy。漂亮。